由云林县北港镇好收社区、中兴大学园艺系及云林科技大学共同举办幸福农村产业活化活动，于9月29日在好收社区活动中心登场，以民俗技艺与艺真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。配合此次活动，云科大文化资产维护系团队规划欢喜送昂姑果真好幸福展览，展现好收社区的文化与特色。我透过这样子一个展览，让来这边参展的民众都可以对这个社区有一个更完整的了解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让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统的这个部分可以继续延续下去。为了让昂姑贵地方产业永续发展，云科大学生利用所学发想，把昂姑贵打造成文创商品，从大小、包装及口味上求新求变化。云科大团队也在活动现场举办超轻土昂姑贵 DIY 体验课程，借由玩黏土寓教于乐的方式，教导小朋友认识昂姑贵的制作过程。其实我们希望大人可以来体验，就是可以让大家去那种按摩，然后按压那个模具。活动到了尾声，好收社区提供午餐，每道料理皆可发现当地经济作物花生的踪迹，象征经过社区创新再造后，好收社区逐渐蜕变，展现强韧的生命力，继续向前迈进。记者吴金轩、林世平，云林采访报道。